大家好，我是三福。那我们这次要开的是漫画 ARCV 最强决斗者有史。好，主要是漫画附赠卡，因为这个算是 Q 版漫画，而且不是，好是另外一个新的作者吧。反正就是 Q 版的漫画，然后附送卡就是 EN 异色眼钢爪狼融合怪。好，由于这刚好这几天，其实这几天因为有些事情，所以到了台北5天吼，然后这样这我顺便去有看到，顺便带回来，因为这本原本是没有买的哦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是我们要开的卡片了。好，那么就啊，这还是在里面哦，天哪，这么难哦，那页今天也其实一样，可以剪这边就好了。感觉很难呢、啊，剪那个内页最难的。好，这样子应该可以。好，然后呢，我还顺便去，因为是去了趟台北，所以我就顺便去了趟光华，然后就顺便买了一个新的设备，其实就是接可以接 iPhone、iPad 的麦克风，铁三角的，还蛮贵的。不过反正就试试看吧，因为看评价也不错，然后我自己现在测试一下，感觉还不错。然后我现在这部影片呢，就是用这个新加的麦克风来录的哦，应该是可以录的蛮清楚的，然后也可以过滤掉一些杂音。好啦，剪下来了。异眼，异色眼，钢爪狼，可以。八颗星龙族哦，是龙族哎，现在不是兽族，暗属性龙族融合怪，然后是异色眼怪兽加上异眼怪兽，然后此卡不能作为融合素材，然后融合的效果，哦，我看一下、哦、融合的效果因为融合效果出来的这张卡片，融合上这张卡片不会受到其他卡片的效果影响，很猛。然后第二个效果是这张卡的攻击宣言时候发动，然后自己场上的。全部的怪兽攻击力直到战斗结束时上升300，好，到结束时哦，然后攻击3000，守备2000哦。好 ，YS01JP001， 好，这是我们这次开的异色眼钢爪狼，异色眼，好，好啦，我们是漫画书哦，漫画书的附赠卡片，所以那本。其实是买卡送书啦然后这个我稍微有翻过这个漫画、喔、其实还蛮神奇的、喔、因为他应该不是说神奇，应该是蛮偷懒的，因为他把、啊、卡片，我知道是我公、哦、这张卡片没有，我找一张比较有的，好像这个妖仙兽涟漪太刀，他直接把卡图直接用正常的卡片印上去，或者像这个也是，他只是效果框，因为效果文太这样看的话，它太小，他就写攻击力跟守备力了。好像这个心灵卡，就写怪兽攻击力下900下降，这样子而已，蛮神的、哦。啊，基本上其实就是漫画就是 Q 版漫画。OK， 那我们这次开箱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再就是这个礼拜要发售的 SPDS。哦、主要有系列就是有所谓的、欸、D-Hero， 然后魔界马戏团，还有就是我们的斗天使。好啦，那我们这次也是会开盒的哦，那请大家敬请期待。那么如果喜欢的我的影片的话、哦、可以在我的下面按喜欢，那如果你想持续追踪我的影片的话，就请你按订阅咯，那也可以到我的粉丝页按赞，然后追踪我一些有的没有讯息，虽然我的暑假这个时间是比较忙的哦，更新的有点慢啦、啊、但是我影片还是会拍的哦。OK， 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